待会市场会给大家报告，它在市场的价值是多高。那我们长影为了配合这一个花椰菜的系列嘛，我们长影在我背后，我们长影的同仁啊，经过研发，就是我们自己制造了一台青花菜的切花机嘛，它是把它切成小花。那切成小花的目的是干什么？最主要就是可以做冷冻蔬菜。所以如果在台风季节的时候，这个冷冻蔬菜就可以发挥调节的功能。所以我们在蜀里也是强力的在推动这样的一个业务。那我们引进了国外的机器，还有自己研发的机器，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劳工可以减少这个劳力的这个成本。那大家待会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台南改良厂做了台南16号的这个米，这个我们号称台湾夜光米。那在今年的米食竞赛里面，他就获得微香米组的总冠军了，就是所有的评审吃了以后都觉得它的口感非常好。那我们会后也会请邀请记者朋友来跟我们品尝一下，看看我们这个米到底好不好。那这是全台湾第一个用那个温度计辅助育种的方法，把台农67号的两个好的基因性状移到自己的夜光米里面，那让它的产量就可以增加，那品质还是维持一样，甚至在台湾地区就可以长得更好。那我们长岭今年的研发的成果也相当的丰富了，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长岭我们的台南11号也就重新再寄转出去嘛，那提供业者来栽培，它是一个很好的有机栽培的一个作物。那我想很多消费者可能有不太清楚说这个花椰菜欧美跟我们台湾吃的有什么不同，那待会我们那个理事长会跟大家说明更清楚。那我们产品另外一个今年度比较大家比较受欢迎的成果是一菜共生。那这一菜共生我们通常在背后有一个小小的模型，那我们就希望说你可以欣赏你的鱼啦，那同时有种些菜，还可以在都市里面做一个快乐的小小的园丁。那其实我们这整个活动最主要就是要促销我们的台湾的农产品，所以我们今年有90个摊位来摆。所以除了这个大家在第20届的种苗可以看到很多种苗公司的产品以外，我们各区的农会的一些农产品也都会在这个现场，请大家也多多的一个采购。那另外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办的这个人潮越来越多，所以台南市的农会它有一个这个三个部门的联合成果发表，也是在我们厂区里面来做一个展示，然后那就是事件那个家政还有推广它的研发成果也在我们厂里大家可以看得到。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农业知识有更高的这个求知的欲望，我们有一个闯关的游戏，如果你过五关斩六将，那你就得到一个小小的纪念品。那目的也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对于这个种苗的产业能够更加的一个清楚。那当然有认为说不想那么辛苦的话，我们还有那个 DIY 的部分，可以做豆花啦，还有做寿司啦。那我们的西罗龙会还说带他们著名的这个捞霸，大家如果说中午走累了可以吃吃啦。那我想我们经过我们跟西市所一定要五八，我们叫彩，所以五八五彩哦，他就要给一菜公司哦的购物。所以这是很丰富的生活，那也希望说大家在礼拜六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参与这个活动，那可以在这个对农业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也祝大家也身体健康和顺利，谢谢。这是第20届的总苗点活动，再过2天就要来盛大的举行。那看起来老天爷也蛮赏光的，应该天气会相当不错，会当这个令人感恩的。那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台语讲，我想收金顶福气啦。我们跟台南区农会改良场这一次算是第6届的合作了。那跟这个种苗改进协会是第5届的这个合作了。大家合作的说实在相当愉快，而且展示的成果我们也非常佩服了。农会方面，我们真的
每一年每一年有新的主题、新的花样，哦，大家可以这个分享一些新的这个知识跟成果，哦，非常佩服挪威改良场跟我们改进协会这边每一年都有一个新的主题。那畜产试验所，我们也不妨多让跟各位报告，我们今天也会结合龙鱼畜所有的技转厂商，他们有非常好的这个产品来那个展示哦，来展示，所以这个是一个创新。那我们也会提供13项的用动物比分，还有研究领域比分的这个主题来介绍给大家哈。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会办一些这个牧草的专注意识的这个展示，还有牧草的这个联合收获的一个示范哦，这都是每一年好像已经是被指定为一定规则展示不可的项目了哈。非常感谢了哈，大家如果说有空的话，就欢迎11月26号来到台湾区农委改良场，还有畜产试验所共襄盛举。那我们会以热诚的这个服务的态度来欢迎大家这一天来莅临。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谢谢，谢谢。应该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总了解过去哦，是由我们单独来办理，幸好了，我们找到文厂长跟首长来配合哦，我们这个资源整合下来哦，我们的那个参观的人数哦，去年已经达到20000人以上哦，这个是没有想预期的那个效果哈，但是真的已经做这个已经突破了。今年我们的那个火苗者的主题呢是花野菜，为什么要用这个主题呢？因为花野菜在台湾国际的市场竞争力是蛮强的，可以说独步全球了。因为现在的趋势哦，是讲究哦安全，而且也讲究高品质的时代啊，我们的花野菜呢，跟过去的花野菜不同在哪里？我们是用松花菜来闯全球的市场。啊，目前呢，我们在中国大陆呢，市场是我们的厂商已经突破了50%的市场，是台湾可以说独霸全球。不但是这样，现在呢，我们已经推广到过去的欧美地区，所以这个速度哦。快哈，也是一种趋势了。为什么会这么快呢？中国大陆哈，把松花菜哈，因为它是不同硬花菜，松花菜是清冷的。我后面有一个知识大补黑哈，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片，给各位介绍一下。松花菜品质好，好吃，用炒的更是它有它的特色，炒起来它的颜色不同。而且呢，它的梗呢比较长，就是一个那个猪食道口内就很明显的能够标示出来。在中国大陆呢，是把它认为有绿色的，就是一个有机蔬菜，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头就风行起来，风行起来。现在哦，我预估了我们一年的那个在中国的销那个种子的销售量嘛，可能有30吨了。这个是在我们台湾的厂商，包括庆隆啊、龙友公司啊，还有个和龙总啊，都是非常非常有推广的力度非常大的。那个松花菜不仅是这样，现在我们南向政策耐热品种也是由我们厂商来开挖，现在也在东南亚地区也进入了市场，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松花菜，这个松花菜可以带给台湾。出口的那个收益也是很多的，所以如果算到后面的产值哦，不得了，是几百亿，因为
到农民最后的产值可能10倍、20倍、30倍、哦、所以我们种苗产业对整个台湾的能见度的贡献、哦、也是有一分心力的、啊，能尽了一分心力、啊。还有、哦、像我们这次、哦、去韩国展示、哦啊、由我们农委会的支持下、哦、这边的台湾馆、哦、我们在那个展馆也得了第三名。过去、哦、我们台湾的种类、哦、参加国际的会议、哦、几乎很少，没有几家在参加，现在已经达到45个左右。今年、哦、去亚太投资会议都是去韩国，我们的业者已经有40几位，这证明什么？我们的种苗产业是蓬勃发展、哦、所以我们这次的记者会、哦啊、我希望、哦那个我们的记者朋友、啊、能帮我们把这个种苗产业的重要性、啊、来、啊、给消费者来介绍、啊、使消费者来认同我们对、整个国家在产业上面的一个贡献、啊、我们的农委会呢会极力的支持我们的那个业者的想法、啊啊、今天这个活动下来，我们有一个教育，就是说十字花科是什么东西，我们很多的图片都可以看得出来，包括白菜是十字花科的结球橄榄啊，还有不同颜色的花菜啊，还有包括结球白菜，很多十字花科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物啊，那所以将来这个十字花科尤其在耐热这一块，在南向政策应该是有发展的空间。接着我想说，这个花野菜哦，它为什么能风行这么快？主要它营养分，它维他命 C、维他命 B 哦，尤其是牛背糖体哦，它是对我们身体一个癌症的那个预防哦。很有贡献，他在苗期足够，他的那个牛背糖体含量特别高，所以今天的几个朋友们哦，更感谢你们哦，在百忙中哦，抽空来帮我们报道哦，我们明天一个会议哦，是一个知识的传授的哦，希望哦，知识传授是什么呢？一个研讨会，研讨会里头在育种方面哦，蔬菜育种的介绍哦。现在的那个株式哈，育种株式的介绍哈，很透彻，包括小包子怎么来，变成一个很多的一个促销性，它的速度怎么快，还有呢，抗病品种怎么育产，还有我们政府的一个南向政策引导我们，带我们业主到去南向，这个。对，就是。
两位主角，扭一下，没有那么重要。